大家好，我是小青。往豆腐里面放入两个鸡蛋，教你一个神仙做法。出锅后鲜香滑嫩，就算不爱吃豆腐的小朋友也是非常爱吃。下面我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，先把豆腐捏碎，捏得尽量细一些，这样吃起来的口感也会更好。然后再使用勺子整理平整，尽量的压实一些，这样做出来也会 Q 弹有型。大概处理成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准备一个蒸锅，把豆腐放入蒸锅里面，盖上盖子，上气候计时蒸15分钟。接着准备一块瘦肉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肉丝，最后再切成小肉丁。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小碗中，小葱两根，切成葱花，再准备一块生姜，先切成姜片，最后再切成姜末，切好之后一起放入小碗中。现在的豆腐也已经蒸好了，闻着就非常的香。然后先把豆腐取出来，接着锅中加入一点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肉末放入锅中，然后开启小火翻炒一下，把肉末翻炒至变色。翻炒一分钟过后，再加入一勺豆瓣酱，葱花姜末也放入进去，再次翻炒一下，把葱姜中的香味炒出来，把豆瓣酱炒出红油，炒香后再加入一碗清水。下面来调个味，加入半勺食盐，半勺鸡精，半勺白糖中和味道，一点生抽酱油，一点老抽调个颜色，接着使用铲子搅动一下，把汤汁烧开之后先煮三分钟，三分钟过后再淋入一勺水淀粉，然后再顺着一个方向搅动一下，把汤汁收至浓稠，这样做出来料汁鲜香浓郁，大概炒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。下面关火，把料汁淋入到豆腐的上面，淋入均匀。最后再撒入一点小葱花点缀一下，美味继承。这么一道肉末豆腐就做好了，这样做出来的肉末豆腐鲜香滑嫩，味道浓郁，拌着米饭吃特别的香，是一道十足的下饭菜，做法也比较简单，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试。感谢您的关注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